师座，咱们在深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，人困马乏，疲惫至极，士气低落。全市已有近2000人开小差了，唉，所幸包围圈已经缩得很小了，成功与否，应该就在这几天了。 要想彻底消灭共产党，我们你说，我现在持怀疑态度。自从前年与贺龙、萧贺交手，我们一路上紧追不舍，从湖南一直追到贵州，从贵州追到湘西，在湘西对峙了一年，结果又让他们突围了。我们从湘西一直追过来，基本上是他们跑多少路，我们就跑多少路。 现在算起来，有1万多里了吧？嗯，他们叫长征，我们叫什么？两股共匪加起来不过万把人，我们有多少部队在追呀？装备供给不知道要强他们多少，可是为什么不能够一举消灭他们？除了国军各自为战意图自保之外。 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共匪有信仰。还记得昆牛山他们集体跳崖的情景吗？那简直不是一群人，他们就像这漫山遍野的青草一样，割完了一茬又一茬，永远也割不完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有信仰吗？有啊，三民主义。 全是空话，本党里有几个人不是为自己活着？而共匪不是，他们好像不光为自己活着，他们有信仰，他们无私，所以才无畏，所以才不易战胜。我们的姜委员长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，共匪。 却有很多让人佩服的地方。要是共匪成功了，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我们都痛恨共匪。我和我的老泰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很积极的，但是痛恨归痛恨，积极归积极，我们不能拼光自己的老本儿。要是把老本儿都拼光了，哼，老蒋是不会为我们难过的。 师座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去抢头功，但是也绝不能让共匪从我们身边溜走。还记得去年年底，共匪从湘西突围的时候，陈诚以赌房不利为由，给了我一个大处分吗？我不想有第二次了。 李明权，到，带上你们班到军团医院去报道。是，团长，啥任务？那儿的工作需要你，去吧。我想跟着你。李哥哥负伤了，刚做完截肢手术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团主任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。 倒了，什么？程大姐晕倒了！快，快去报告首长！是。宗英啊，毕师同志，吃吧。毕师同志，哎，吃吧，吃吧。贺总啊，进来吧。啊。
宗云同志，我听说你生病了，怎么没告诉我呀？贺总，没事儿，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，怕你操心。哎呀，什么叫没事啊？生病就要到医院去，快走吧，上医院去，走。贺总，真没事。是啊。什么没事？都躺下了还说没事？李氏同志，宗英啊是你的堂客，他也是我贺龙的战友啊，何况他还是我们机要的负责人嘛。宗英啊，你就在这躺着，我去把刘院长给你喊来啊。贺总。哎呀，宗英他真的没有病，不是，他不是病了，是有了。多长时间了？都好几个月了。必须啊！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好好好好好，贺总啊，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哎，是时候，是时候，这孩子什么时候来，他都是时候啊！你看啊，咱们扛枪打仗，出生入死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吗？啊，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！必须啊，为了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未来，你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？啊，宗英同志啊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让他们搞两只鸡来。哎，贺总，贺总，明泉，秋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帮你们抬伤员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走吧。你腿怎么了？嗨，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我哥呢？哦，啊，他上山了。哦，我来背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找他有事儿，那你快去吧。哎。哥，明泉，明泉，哥，你咋来了？没事儿。明泉，你咋来了？我们团长让我来的。岳林生让你来照顾我。这小子，我又欠他一回。不是，他派我们班来帮助抬伤员的。明泉，哥挺想你的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咱哥俩呀，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回村了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全出来迎接咱俩，热闹啊。咱爹咱娘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明泉，你觉得哥还能上战场打仗吗？哥，你行，一定行。我觉得我也行。明泉。你真的留在医院不走了？你别说，岳团长这个人还挺会体贴人的。怎么伤成这样？没有药啊。开始我还能盐水洗洗，现在眼也紧张了，这得想个办法。没事，明泉，阿妈烧开水去了，晾点开水洗洗也管用。我看看啊。你来了，我就好了一半了。嘿。
你干什么？秋妹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你看这个畜生吧，秋妹。快拿纱布。其实啊，我们也早想这么干了，就是下不了这个手。明权，你先跟我说一声啊，这孩子。这小子还真行，这手真够狠的。哦，他是我女婿，叫李明权。哦，好，好，你手够狠的，但是心肠很好，干得好。抱娃子，过来帮把手。咱呢，就这一门炮了，你可得把马牵好啊。牵马没问题，可您怎么办啊？哎，昨天晚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自己走。那是我一时冲动才同意的。哎，红军战士，说话可不能不算数。那人家犯错误改正还不行吗？谁说你犯错误了？我说我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收拾收拾，该出发了啊！小同志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和张教官合着骑这匹马，谁累了谁骑，行吗？那就更不行了，这要叫领导知道了，非骂我不可。领导那儿我去说。那行，为了这门炮，挨批评也值了。赵老先生啊，那就请您上马吧。哎，我刚吃完饭，你先起。啊不，您是长者，您先起。又客气，走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好，一块儿走。坚持住啊！没事，擦破点皮。来，走起来，来，哎，上来，上马。哎，周老先生，马是给您配的，棒娃子还是让我来背吧。这有马不骑，为什么让人背啊？要背，我自己能走，背，我能行，背呀。那好，现在我决定，这马，棒娃子骑，走，走。张教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我。没事儿。你看，你背着我这多不合适啊！我自己真的能走。啊，到前面村子，我就把你放下了。快点，把他放下来吧，上马，快！哎呀，周老先生，你快上马吧，我能坚持。哎呀，用不着坚持，这有马不骑。您快上吧，我能行。哎呀，快来吧。哎呀，周老先生，周司令，我能坚持。周司令，贺总，周司令，贺总，
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看，帮娃子，你怎么让张教官背着？我何总，帮娃子的脚被马给踢伤了，帮娃子，快下来。张教官他不让我下，那也不能让张教官背着你啊。怎么了，首长？我是先锋连连长黄德成。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能让张教官背着上号呢？首长，是张教官自己要背的。张教官自己要背，你也不能让他背，那还要你这个先锋连长干什么？帮娃子下来。贺总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背帮娃子？张教官，快让他下来吧。你跟我们不一样啊。贺总，我跟你们怎么不一样了？啊？我身上这身军装，还是您亲手发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前些日子，帮娃子他为了救我负了伤，今天他的脚又受了伤，我背他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咱们红军讲究官兵平等，我错了吗？好，张教官呐，我向你道歉了。不，你应该向这个连长同志道歉。连长同志，刚才我批评错了，我向你道歉了。首长，不不，连长，咱们走。何总啊，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，这红军为什么拖不垮、打不烂了。周司令，请赐教。跟着你这样胸怀宽广的统帅，就是死了也痛快。周司令啊，您言重了。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了。是啊，我们在乌蒙山里转了这么久，敌人是越聚越多呀，而我们的弹药和兵员却得不到补充啊。你们来看，如果我们能从黑石头山一带突围出去，把敌人甩在前夕，然后我们趁虚向滇东北挺进，完全进入云南的境内，我们就能掌握全局的主动。这一天有敌人两个纵队，六七个师的兵力堵截，突围难度很大，如果强行突破，势必要造成很大的伤亡。我们就这万把人啊，拼不起呀、啊、只有突出去我们才有活路。不过我们的部队在乌蒙山里绕来绕去，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了。同样啊，我们一万多人拖着敌人十几万人在山里打转转，我们疲劳，敌人不也疲劳吗？我和龙云、孙渡也曾有过一面之交，他们和湘省的何健、鄂省的徐源泉没什么两样，谁对他们有利，他们就听谁的。何总，你再闪看一遍。家道灭国，实有明鉴呐。蒋介石曾经借着剿共不利，把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给撤了。这云南的龙云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我给龙云的信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我相信他应该心中有数。另外，给孙渡的信，他看过之后，这次一定不会为难红军的。嗯，那就好，谢谢二位了，谢谢。贺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贺总，再见了啊。罗参谋到。你替我送送二位。是。张教官，你洗脚吧。帮娃子，我跟你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明天一早你立即给我回到贺总身边。啊，是贺总让我来照顾你们的。我怎么能回去呢？
贺总那里比我们这儿更需要你。那我……哎呀，小同志，贺总那儿啊，我们去说，啊，放心吧，去吧，是，去吧。首长，这封电报是李杰纵队发给顾汝栋和郝梦玲纵队的，电文里详细说明了敌人的部署位置和兵力配备。贺总，敌人的两个纵队之间有一条缝隙，大约是30里。才30里啊？30里，在敌人两个纵队中间，一旦敌人发现了，合拢只需要1个小时。而我们是10000多人呢，要是从这个缝隙穿过去，至少得2天时间呢。我们不能再犹豫了，就从这里突围出去。机会稍纵即逝啊，我们能不能甩掉敌人，能不能突围出去，能不能保存自己，胜败就在此一举了。看来啊，我们只能从敌人的这个夹缝里钻出去了。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小玲啊，要密切监听敌人的最新动向。是。身边，一想起你无依无靠逃难要饭的日子，哥心里就不是滋味。你说如果当初咱们的日子能过下去，要是不打仗该多好啊。哥对不住你。哥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犯错误了。你是说你和秋妹的事儿吧？哥都听说了，你们不是参军之前就成亲了吗？啊，明权，秋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对得住人家。哎，哥，我抬你走吧。你哥命大，没事儿。参加革命以后，这是第5次受伤了，我自己走，你去忙吧。那我走了。明权啊，好好干。队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帮医院转移。好啊。哎，嘉哥，哎，把这个也拿上，快点。
救命！阿妈，走得动吗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自己小心，阿妈走了啊。哎，阿姐，我姐夫不是在这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他呀？明权留下断后了，他没跟大队走。哎，秋妹，亚楠，啊，快！哦，秋妹，这孩子，咱们走。命令部队快速前进。是，快，快速前进。秋妹，李团长不是说他留下断后了吗？你还带着伤，就别找了。明权，明权，是你们。明权，你留下断后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跑的。赶紧走吧，我们已经掉队了。快走吧。走。小心，我们是不是走岔了？就是啊，大家原地休息，原地休息。这次转移怎么连话都不让大声说呀？战前动员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这次啊要从敌人包围圈的一个小缝缝钻出去，所以啊要口衔枚、马果蹄，悄悄地穿过去。那我们能跟上大队吗？会不会真像林队长说的走岔了？那个方向是悬崖峭壁，过不去。咱们往那边试试。记住，我们自己不能乱，周围就有敌人，要隐蔽行动。另外，要照顾好伤员和女同志，要当心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出去以后，我们去哪儿？除了乌蒙山，我们往云南去。没有掉队的吧？没有。四眼啊，我再交给你的任务，跟上。医院救护队有几个同志掉队了，你派些人去接应一下。我已经派人去了。你要亲自去接。凌霄在那里面，你要把他完好无损带回来，否则我就对不住他的父母了。是。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，放心吧。好，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李明权。啊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们可能是迷路了，我得先去探探路。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，等我回来马上就出发。好。哎，明权，小心点。
林队长，有一份牵挂的感觉倒也挺好的，不过也叫人心里酸酸的。人家有牵挂，你酸什么？你也有牵挂呀，所以你才不酸。就我没有。这里有牵挂的只有秋妹，我哪来的牵挂呀？要我说出来吗？你和李明浩啊？哎，没有的事儿。什么没有的事儿？都是公开的秘密了，你可别瞎说。李队长，你的眼睛可骗不了人。我过去一下。来，喝口水。你喜欢他是不是？秋妹，喝口水。秋妹呀，我们现在的处境很艰难，一定要学会克制。克制？为什么？我哥曾经说过，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付出，付出一切，包括爱情和生命。不对，你哥说的不对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就应该和他好，去珍惜他，爱惜他。因为没准儿，明天他就没了，或者你没了，到那时候，后悔也就晚了。可是你要是和他好，你就不会后悔，永远都不会后悔。秋梅，没想到你还挺有思想的。不过我们要学着乐观，我们大家都会活着。林队长，我探好路了，我们得出发了，同志们，出发！好，快！亚楠，快点，快点，亚楠，扶他起来。又不让打枪，又不让喊，我们能找到吗？我们现在是原路返回，一定能找到。走吧。
准备战斗，快快！怎么了？里面好像有动静，要不要再扫一下？混蛋！你这不是给老子添麻烦吗？怎么就不动动脑子？你这里枪一响，国军就全都过来了。如果有红军还好，要是没有呢？不怕他们说老子把红军放走了？你瞎打枪，老子倒霉！你个混蛋！明泉，哥，他快不行了。明泉，坚持，再坚持一下。坚持住，明泉，一定坚持住。不要轻，子弹推他，小心走火，快！红二六军团在贺龙、任弼时等人的指挥下，胜利结束了历时一个月的乌蒙山区回旋战，摆脱了强敌的围攻，使我军转危为安。这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。告诉我，加速前进，抓紧时间，一定要突围出去。是，快快！报告，贺总，我们的主力都钻出去了，钻出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总算是钻出去了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师座，那边就是云南了。是啊。云南，云南，该云南王龙云忙于战责了。但愿贺龙不再回来。龙主席，啊，刘副官，情况怎么样？孙都来电，共匪二六军团确实进抵滇东一带。整天喊狼来了，狼来了，这回狼真的来了。刘副官，你说会不会老蒋、顾祝同他们有意放他们进我们云南，然后他们来个假道灭国，
也是有可能的。贵州的王家烈就是前车之鉴呢。老蒋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老蒋照方抓药。我们要提防共匪，更要防中央军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盼着贺龙、萧克他们早点离开云南。去年朱毛来闹了一场，这后患还没消除呢。贺萧又来了，我们云南真是多灾多难呐。龙主席，是不是命令孙渡将军马上进剿？不不不不不不，万万不可。我们滇军兵单力薄，绝不可单独冒进。先等等吧，看看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再说吧。是，你去吧。